盲目过度运动，小心让你连命都没。有一个健身教练，那天他做了10000多下的仰卧起坐，然后他要练出8块，结果呢，他是过度的运动造成大腹所以他就补充了4-5罐的那个运动饮料。就他来到急诊，他是很厉害的横纹肌溶解症，然后他低血脂，超过头，他急性肾衰竭。对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